伤害自己？刚刚其实我自己有点讲到有点贫血，就会瞬间有一种上头感。但最主要的剧组朋友都有谢到，因为谢谢台湾的一些，比如说在去年那段时间我拍了很多戏，那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些戏的累积，不断的翻滚，刚好在复读青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果。那其实我刚刚要讲的是，我真的要说的是，因为我前面几年没有经纪人，然后我让我自己有这样的累积，其实有一天突然发现我自己整个人演员似乎有了重量。那因为复读青年前面几个奖落空了，然后其实坐在他旁边我蛮紧张，对，因为他那个低气压感受到，所以我是觉得因为前几年的这样子累积，我也非常任性，非常非常叛逆的把自己的身体操了一遍，那我自己觉得在40岁也够了，那接下来很期待新的片，然后新的工作，不一样的自己，继续拍片吧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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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太棒了，看我们台湾有人这样的眼光。哇！优秀的演员，好，哎，你们有录下来吗？有，寄给我，谢谢。我拍照，帮我拍照。啊 ！Sorry，Sorry，Sorry，Sorry。谢谢。喂 ，Oh my god！ 没有了 ，Oh my god！ 我也拍到了，耶耶耶！我这边一张，再拍一张。那你要给我们 live 才可以传给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经纪人怎么办呢？谢谢，给我演出。又还给你演出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呦，我是可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们，帮我打针。不要闪了，这样不行了。我打。等他一下，好，谢谢。